接下来我们来复习一下重点三，二元一次方程组的几何意义。好，那假设的这个两直线 L1 L2 分别是这样，那这两条所组成的方程组呢，就是这样子。那我们现在来看看，就是说这一个呢，方程组解的个数跟两直线的关系啊，观念是怎么样。首先我们来看看，如果我们从这边来看，就是说如果 L1 跟 L2 相交于一点，那相交于一点的话，表示呢这两条直线的斜率不相等。好，假设这两条直线的斜率呢，第一条 L1 叫做 M1， 那就会不等于第二条叫 M2。 好，那既然呢这个相交于一点，所以表示呢这个解的这个方程组的解的个数呢，正好有一组解，那就是他们的交点坐标。好，那怎么样来看这个系数的条件呢？其实它是从斜率不相等所推导出来的， M1 不等于 M2 是可以推到这个的。好，那我们来利用这个来做示范。好，我们说 M1 呢， M1 这一条 L1 的斜率叫 M1 负的 B1 分之 A1。那 M2 的话就是负的 B2 分之 A2， 不相等。好，我们说 M1 不等于 M2， B2 分之 A2。 好，那因为两边都有负号，我们同乘负号把它去掉。好，然后把这个 A2 跟 B1 换位置，我们就可以得到 A1 比上 A2 呢不等于V1 比上这个 V2， 所以你就可以推到系数的条件就是这样子。好，好，那再来的话呢，好，那恰有一组解，它的名称就叫做相容方程组。好，那我们再来看看，如果两条直线是平行，平行的话，那就表示 M1 要等于 M2， 它没有重合。好，那两条线平行的话，平行的话，假设没有，就是不相交嘛，不相交这个解啦，没有交点，它就无解。好，那这个系数的条件，你就可以把它想成这个叫做 M1 等于 M2 一样哦，从前面那样可以推导过来。好，那因为它是平行，所以你把它想成在直角坐标平面上，它的高度不一样。好，那这个叫矛盾方程组。好，那第三种状况是重合，重合就是斜率一样，高度也一样，就这个地方他们的斜率一样，高度也一样，你就这样想。好，那重合的话，每一个点都是解，所以它有无限多组解，那它就叫相依方程组。好，那再来的话呢，这个垂直其实是相交于一点的其中一种状况。那垂直的话，我们知道两条线互相垂直的话，它们斜率相乘呢要等于负一，所以你一样把 M1 M2 用这样子把它套进来，就可以得到这个结果。好，所以呢我们说它是相容方程组的一个特例。好，所以现在呢我们来做一个总结。好，这个两直线相交于一点，表示这个方程组呢恰有一组解，那就是A1 比上 A2 呢不等于 B1 比上 B2， 就是斜率不相等。那平行的话呢无解，斜率相等，高度不相等。那重合的话有无限多组解，斜率一样而且高度一样，两条线重合在一起。那垂直的话呢，就是斜率相等等于负一，那还是一样，就是一组解，那 A1 A2 呢加上 B1 B2 呢要等于零。好，以上的是重点三的讲解。接下来我们看老师讲解四，那他要我们判断下列各组中两直线的关系，并说明方程组呢这个解的情形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个第一组。那首先呢，我们就把它的系数比写出来，都相等，所以这个我们前面讲这个代表斜率一样，高度一样。好，所以表示这两条直线是重合。那重合的话，表示它有无限多个点相交，那它就是有无限多组解。好，这是第一小题。接着我们来看第二小题，我们一样把这个系数写下来。那
前面这两组的系数已经知道呢，它是不相等。那不相等表示这两条直线交于一点，那方程组呢就恰有一组解。好，接着我们来看看第三小题。好，第三小题呢，前面两组一样表示斜率相等啊，但是呢后面这个不相等表示啊，可以把它想成呢是这一个啊平行线，好，高度不一样，好，但是啊斜率是一样的，好，所以呢它就是平行线。那平行线因为没有交点，所以方程组呢就是无解。以上呢是第四题的讲解。接下来我们看看这个第五题。好，他说呢已知这个方程组是长这样子，那要我们求这个 A 值，好，使得方程组呢是无解，好，或者是无限多组解。好，那我们前面有介绍过无解跟无限多组解就是这个平行或者是重合。好，那会构成这两个条件呢就是它们的斜率相等。好，那斜率相等就是前面两组的这个系数呢要相等，好，所以交叉相乘，好， A 平方等于36，那所以表示 A 等于正负6。好，那我们就来检查，我们就当 A 等于负6的时候带进来，好，这些系数的这个比。好，那前面两个相等表示这个呢斜率一样啊，后面不相等高度不一样，所以表示它是无解。好，无解的话表示呢这个呢它是平行的。好，那当我们把 A 等于6带进来啊这个地方的时候，我们发现这三组的比都相等，所以表示它是重合。好，这一个啊斜率一样，高度也一样，所以呢表示它呢方程组有无限多组解。好，以上呢是这一题的讲解。